女人在接吻的时候为什么会咬你呢？第一啊，女人咬你呢是想要你满足她的爱。第二，女人接吻的时候咬你呢是因为她爱你了，想要占有你。第三呢，是因为她控制不住自己。第四啊，就是想要依靠和相信你。第五个呢，女人接吻的时候咬你啊，是对你的一种警告，想让你不要辜负她。如果呢，你也想在接吻的时候啊，给女人留下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，我建议你啊，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接吻神器，它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个口腔清新喷雾呢，液体的质地能够更好的渗透口腔，不需要你二次漱口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支啊，非常的方便。细腻的喷雾呢，能更好的填满口腔，它的味道呢，也是很多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薄荷香味。重要的是啊，用完之后舌头啊还凉凉的。你在约会之前呢，一定要提前备上它，这个味道啊，真的会让你身边的女人特别上头。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了你嘴巴里淡淡的香味了。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这种柔情的蜜吻呢？所以啊，赶紧安排上吧。